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这次呢，我要来做实时测。那这张地图是大家常用来于挂机的地图。那这一次测试的是，我要开几分钟才可以跑完这张地图，以及能够赚多少钱呢？那就让我们去看下去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. 那我完成之后呢？我看了一下时间，是耗时3个小时19分钟。那这次我拿到的金子是11万。那我拿到的钱呢是75000块。那我看到这个钱的时候，我是有点傻眼啊！我毕竟有开了3个小时，我竟然拿到75000块，我都快哭出来了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，如果还想看到我更多的作死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说。